起佢，兜入去，兜翻去另外一邊。每次要加完嘅頭髮，將個頭髮跟住之後開始，唔需要加頭髮，直接。但係側邊嘅位置咧，我哋都唔需要話攞得太多嘅，因為咧一陣間咧，我哋會將呢個做翻我哋嘅兩手邊，兩手加邊。喺個頭殼下已經去到我哋嘅橡筋位置，喺度開始頭殼頂嘅地方，我哋就要向正面嘅時候，我哋都會見到一個個 layer 可以。再喺正面度睇一睇嗰個比例上嘅問題，淨係攞少量嘅頭，但每個波浪嘅交錯都要注意，一個高一個。咁就完成咗我哋今日呢個浪漫編髮嘅作業啦，希望大家會中意啊！多謝大家，拜拜。